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谢谢，感恩。我们传统文化是师道。我们上一次跟大家一起思维师长有哪一些救世的理念我们要以师智为己智那上一次还有几位同道也都有举手当时候时间呢不够那这一堂课是不是先请上一次有举手的同道先来分享一下？来，上次有那个周静根学长、吴莹学长、狄宇学长、梁红学长，还有那个张玉涛学长有举手要求发言，这几位学长在线上吗？张玉涛，哦，我看到张玉涛学长，方便说话吗？举手了哈，请您我说话能听见吗？可可以以，能听到，谢说。谢。哎呀，哎呦，有点紧张，阿弥陀佛。对，有点紧张，要赶快念阿弥陀佛。对的。因为。啊，老师吉祥，诸位大德老师，晚上吉祥。哎呀，有点紧张，因为觉得好像跟佛菩萨见面，好像确实有点内心比较激动，跟老师见面，好像面对面一样。然后，所以就是有点不知道所措，那也不知道就是说自己想问的，知道。但是还是举手了，也是有这个机会，很感恩阿弥陀佛、佛菩萨加持，那弟子就随便说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这样的，老师，就是弟子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从2017年接触师父上人讲经以后，然后开始学习佛法，通过学习知道。这个扎根的重要性，然后学习老师讲的细讲《弟子规》，学习了大概有十一二遍，然后又学习了《弟子规》与佛法的修学，然后通过学习刘松云老师部分讲座，还有师父上人讲的《感应篇》及《大经科注》《大经解演义》。然后通过学习知道修学是有顺序和次第的，以及扎根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就是说做一个好人，把人做好，敦伦尽分，才有资格更往上层去走，去学佛。可是弟子通过这几年来的修学，弟子呢觉得就是说自己的这个言语造作落实的跟弟子规一相比。就差得太远，差得太多，事儿也没做好，佛也没念好，然后深深的感觉到很多事儿吧，就是也很无奈。考虑到就是说，因为在学师父上人讲到这个，盈科法师的案例，还有黄忠昌居士的例子，觉得自度比较重要，因为自己也知道自己的信愿不足。所以很多事儿，因为看不破、放不下，就是因为信不真、愿不切，也知道就是说，一定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不拐弯，
只要坚持学习，一定能够，就是说一直坚持学习下去。可是弟子呢，就是学到这个英科法师的这个案例呢，内心比较感动，比较有感触，就觉得英科法师是他自己经不起外面诱惑，外面的缘一动，他心就动，造作的这个言语造作跟他这个业行相感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比较清楚，然后觉得自己弟子也觉得就是说像英科法师一样，可能还比英科法师要差得太远太多太远。可是呢，师父上人说，英科法师关上门3天，至诚心去念佛，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业行跟地狱所感。所以他拼了命念佛，害怕地狱。然后师父又说，英科法师关门念佛3天，佛阿弥陀佛真的来接他了。师父又说，英科法师，我们人人都能做得到。那弟子学到这里就非常感动，也很欢喜，觉得只要就是说。我还对这个我觉得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英科法师还有黄忠昌居士，他们是一个3年念佛往生，一个是3天念佛往生，都是因为发心不同，发心不同。然后弟子就是觉得现在自己就是差在他们一个，因为是他们两个的缘，一个是闭关，一个是关上门，闭缘了，属于摒弃外缘念佛。弟子呢，就是说很想效仿。当然了，就是这个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也要是随着缘嘛。因为弟子也有很多的这个义务和本分，就是属于是一个家庭妇女，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也不强迫这个缘分。但是呢，弟子每天都会求阿弥陀佛慈悲加持这个业障深重的弟子，能够早一天的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因为只有往生极乐世界了，才安全。英科法师还有黄忠昌居士都是活着走的，那活着走呢，自己就比较做得了主。所以说，弟子呢，知道如果我现在一命呜呼了，诸根散坏，肯定做不了主，也不知道自己去堕落到哪儿了。所以说，就是很想，就是说自己发心，一定要活着走，一定要活着往生，明明白白的走，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跟阿弥陀佛走，然后。就是今天，弟子跟老师说，也是就是说，祈求能够得到老师的慈悲开示。弟子，今后呢，就是说想，就是一直就这样学习下去，努力的顿轮进奋。虽然说呢，自己的就是这个起心动念不好，但是事儿上呢也努力在做，不断的在反省自己。就是一直坚持学习，努力的去念佛。祈求缘分成熟，然后弟子是这样的一个，做了一个这样的简单的一个报告，然后也不知道就是说弟子这种想法哈，还有哪里就是说不足的，然后祈求老师慈悲开示，阿弥陀佛。谢谢长学长哈，开示不敢哦。我跟您交流一下哈。那首先呢，您一开始就提到说今天跟佛菩萨在一起所以随喜你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师长说，当你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都是佛，那恭喜你成佛了。那我们知道呢，法身舍利呀。是最可贵的，师长所讲的法呢，就是法身舍利，我们不忘他老人家的教诲
他老人家对我们的加持啊，就一直都在。哦，密宗有讲三个根本呢。啊，事业的根本呢是护法，所以我们要念施主恩呢。啊，这个念恩很重要哦，念恩跟往生是分不开的。啊，因为往生呢，无量寿经提醒我们，不管是上品、中品、下品，都有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而发菩提心，我们的祖师行安大师，净宗十一祖，真的是慈悲到极处啊！有时候我们去感受一下佛菩萨的恩德啊，祖师的恩德，就不忍心辜负。行安大师这一篇教诲一开手头就说了，不孝余下凡夫身，实显气血齐赏，哀告现前大众，即当世净性男女等，唯愿慈悲少加听察，大家就听我一点点吧。就气血齐赏啊，等于是呕心沥血的劝我们了，希望我们能听一点点的，我们感受到祖师的心呢，真的是感恩呢，然后也生惭愧了。因为这些祖师是生生世世随足于我啊，我这一生不能再不听他们的话了。就像师长教导了60多年了，不疲不厌呢，这个恩重如山呢，我们要把它转成精进的动力。所以念师长恩，念祖师恩，就是菩提心。我们念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恩，尤其我们念阿弥陀佛的人呢，一定要记得阿弥陀佛发48愿的大恩大德。没有他老人家发48愿，我出不去了。我靠我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断见识烦恼，我只有一条路，就是轮回了。可是他老人家在因地慈悲啊，发了48愿，我能出轮回了。所以夏莲居老师认识到净土法门，高兴了3天呢，我终于可以出去了。阿弥陀佛发的愿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啊，那他这个恩，世出世间呢，没有比这个恩更大的了。所以念本师恩呢，释迦牟尼佛是本师，阿弥陀佛也是本师啊。包含念众生的恩。所以菩提心都跟念恩相应，所以我们要把念恩心呢摆在第一位，其他的烦恼啊、自私啊就不容易起来了。再来，我们知道佛菩萨对我们的同体大悲，我们不应该有哎呀我去不了的那种恐惧，
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子若一母，如母一子，母子立身不相为缘。这是比喻啊，我们要去体会啊。哪有我们要回家，父母不欢迎我们的？自是不归，归便得。故乡风月，有谁真？净土法门信愿行啊，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佛菩萨的同体大悲啊。遍救今朝成佛去，乐邦化主以贤慈啊。黄金臂昼夜长垂，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 不要有怕不能往生的这些恐惧，因为这些念头都是障碍，都是烦恼。我们现在呀，要让佛号提起来，要让念恩的心提起来，不能让烦恼心起来。烦恼心起来，这个一向专念呢，就断了。还有啊，修行啊，也要记得要改性格。这个仁者，你的性格有点急呀、啊。我可能会猜错啊，假如有猜错呢，还请你多包涵啊。师长教诲我们。学佛是学做佛，做佛是心去做佛，所以心是修行的根本。偶遇大师提醒我们，观心为要。你要跟黄宗昌居士看齐，要跟盈科法师看起，这是好事情。但是你不能因为他们的缘呢，让你更着急。你一想到盈科法师三天，然后你越念越急，越念越急，急会上火了，会着火入魔了。所以念佛要会念，越念越着急，越念越担心恐惧，这个都不妥当的了。那夏莲居老居士有一段法语很慈悲啊，待会再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我们学习这些榜样他们成功的关键我们掌握住，但是不能变成执着你说执着三天，执着三年，然后搞得你全家人都快给你送精神病院了，你就不能安住自己的因缘。老和尚说的每一天躺在床上就练往生了，阿弥陀佛来接我吧隔天眼睛又张开来了，还活着，你不能在那里生气啊，阿弥陀佛怎么不接我啊，还让我活着干嘛你要随缘师父就是这么教我们的，眼睛张开来了，跟世间还有一天缘用真心来过这一天
啊，供养有缘的亲戚朋友。啊，正修是念阿弥陀佛，助修是积功累德。啊，所以师长说，啊，要用真心，啊，随时提醒自己，心不离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行不离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那盈科法师能成就啊，他有一个关键，他深信因果啊，他知道地狱恐怖啊，他三天可以走了，只要我们保持啊对三恶道的敬畏心啊，我们不再造行殃。自己的多念佛，不要再起贪嗔痴的念头了。假如还有，那就忏悔。师长教导了，可以待业往生。今天昨天还是克制不住贪嗔痴的，但是我忏悔。那还是可以往生的。那昨天是旧业啊，忏悔。那今天好好念佛还是可以往生。我感觉我们在修学过程自己吓自己的情况啊蛮多的。都要用师父的经教，以理则情，以师父的经教理智调伏自己的情绪化，调伏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好像随缘，随缘消旧业。你是家庭主妇，你就要记住师长说的，做世间的好榜样。我今天有这个身份呢，我敦伦敬分做榜样。我尽力去做。可是我又烦恼做主了。我请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见过哪一个人一学佛他就贪嗔痴没有再起了？你们有遇过吗？所以学佛过程进进退退，又会起贪嗔痴，那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那我们不是自寻烦恼吗？自寻烦恼也是一种性格哦，都要改。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这性情上的偏私常常会消极啊、沮丧，这个都要转哦。面对事情都要积极乐观。师长教导我们的法是什么？事事是好事。要会转念。烦恼即菩提。我又犯了。这修学路上进进退退难免。但是我的愿力不退，我一定要突破，这样我就能帮助人家怎么突破。你把它转成一种愿力。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哦，都是光明的哦。你常常消极沮丧啊，跟这个一片光明啊不够相应哦啊。所以佛门第一堂课啊要学弥勒菩萨啊，笑口常开
这个佛菩萨慈悲啊，最近呢承德有机会参到很多善知识啊。有一位善知识，他每次看到他都是笑眯眯的。是我们悟智辈的法师。所以我每天看到他，我就很高兴啊，向他效法。人家弥勒菩萨那一堂课他毕业了啊，我还没毕业啊。哎，可是我还没毕业，我不气馁啊。众趣也以见机嘛，见人善即思齐，众趣也以见，对，积极一点，乐观一点。再来，你刚刚提到啊，扎根，这个也是师长很重要的一个教导，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要当身成就。哎，我们今天要去落实师长救世的理念呢，我们可不能呢，做着做着自己往生不了了。所以师长说，你往生了，生生世世都可以做传统文化。你不能往生，只可以做这一世。这个话已经提醒我们了。自度啊，要重视。度他呢，随缘。你不要攀一大堆缘，结果自己越忙，心越乱，都陷到世里面去了。这个就不妥当了。师长也提醒我们，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无有是处。先觉才能觉后觉。所以儒家的次第是先格致成正，它是内圣。正极了，然后外望，修其自平。这个先后啊，还是很重要的。师长指导哦，我要扎三根。其实这个都是依据啊，经典啊，就是敬业三福。要往生西方，《观无量寿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指导韦提希夫人。先修敬业三福，尤其第一福，世间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阿弥陀经经文里面当机的就是善男子善女人，你不做善男子善女人，每天在造业的话，那他是有业力的。而且每天还在造业，那就代表这些贪嗔痴的力量强啊，不是佛号强啊，那强者会牵过去的。所以扎根，然后一门深入无量寿经，成就我们这一生生死大事。至于利众的缘，成熟的，不勉强的，我们随分随力去尽力就对了。再来啊，在师长所有救世理念里面呢，念佛还是要摆第一。为什么？因为我救世的理念是要去利益人。利益人，我们心要定了，我们要扶得住烦恼啊，这样才能去办事的时候才能利益人。我们一办事的时候都是本来学佛以前的做人做事的习惯在那里起作用了，那就麻烦了。
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其实警觉性高的人，在立众的时候啊，他会关照自己的状态。这不能跟把自己法身慧命开玩笑哦。我越服务大众，自己烦恼越多了，那得调整调整了。是非以物轻诺，苟轻诺进退出。要把法表好，不是说要做很多。我上一次我们讨论了很多旧事理念啊，大家可不要一冲动啊，每一点我都不能缺席。时间精力是有限的，而且基础要在修身齐家上。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我们自己家庭越来越不好，然后还出去要利益大众，那大众一看就误会了，甚至没信心了，就麻烦了。当然不是我这么一讲完了，大家都不干了啊。就是我们家庭本分之外，还有额外的时间，我们来做弘护正法的工作。其实这个也是带动家里的人，不要只想自己。可是因为你尽了本分呢，他们受益了，他会认可你。你掌握那个度。而且弘护正法，你的家里的人支持你，他们也有一份功德，你就认真做，把这个功德再回向给他们。这个实际的情况啊，我们都要真实去面对，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也不能硬撑。好。那先跟您回馈到这里啊，好，谢谢，阿弥陀佛。我们这个课程应该是尽量呢，佛教的色彩还是淡一点，可是好像越想淡啊。好像又越自然的都是聊念佛，我们就一切随缘吧，好，所以这个念佛啊，夏莲居老居士开示的好，不念过去，不念未来，我们在那里念。我要三天之后往生，我要三天之后往生，连这些念头都不要念了啊！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不求一心。哎呀，我要赶快念到一心不乱了，这都是妄念。不求一心，不断妄想。你不要在那里念了，我要把贪念掉，我要把贪念掉。不断妄想，只要字句分明。老子有一句话呢，用在佛门也很恰当，叫大道甚夷啊。这大道其实很好走啊，很平缓啊，而人好静。就是人不相信，真的这么简单吗？真的这样路走了就通了吗？有没有还有小道可以走啊？有没有捷径啊？太聪明了，太会动脑筋了。
啊，所以祖师说三字真传，老实念，一点都不复杂。好，这一句啊，大家多体会啊，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啊，只要念头里面有过去、未来了，统统要放下。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好，不求一心，不断妄想，只要一字一句念清楚就好。所以夏老又说了，念佛处事都要用第一念，不要用第二念。其实第二念就是分别执着，第一念就是正念，没有其他的妄想。哎，念佛怎么用第一念呢？念佛时一切莫管，就是我们进念佛堂说万缘放下。你今天有20分钟了，你就老老实实念20分钟。一切莫管，字句分明，平平常常，老实念去。不是很复杂。那念佛的时候不要夹杂哪些念头呢？今照普度，今就是，用闽南话讲，经诶啦，就是念的时候还要装一个样子给人家看。哎，这个明文呢，这属于明文了。照就是不能急躁，普度在那里想，哎呀，我要念多久才能得力呀？在那里算，这个都不妥，或济公求速，这个就是急于求成。还有希冀玄妙，想求什么感应啊、瑞相啊，这个都不妥。背境向心，还起个念头，哎呀，外面的境界我不管了，我就管我这颗心就好了，连这个念头也不要了，就是字句分明了就好了，别搞复杂了。这个是念佛用第一念。但是大家注意哦，我今天处事的时候啊，都是分别执着心很重，有没有可能啊，我事办完了马上进入不分别不执着念佛？那这个就有点像四川的变脸了，唰一下就变一个人了。这不大可能了。所以用做事也要用第一念。师父教我们的，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因为这个念字是金心，心上真有佛。所以夏老接着这一段呢，也很精彩了。你处理任何事情，大公无私，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这个物来而顺应就像镜子一样，事未至，勿将盈。这事还没有来，你不要一直在那里想，想到都睡不着觉。还没来。不操心，好好念佛，心清净了，就能很好的
去应对一切人事物了。啊，事已过勿留滞，事情过了就过了，不要去懊恼，不要放心上。那这样坦坦荡荡，见空恒平，这个就是用第一念，用真心去处事待人接物。那夏老又提醒了，或计较人我，那这个就是用烦恼去处理事了，越处理啊，人事越复杂，小事都变大事了，不要计较人我，不要沾顾得失，这个得失心也很容易动我们的清净心。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或基于义气不能义气用事，或迁于感情也不能感情用事。所以这个夏老都讲得很深入，我们肯照着这些教诲来关照，然后来懂得放下这些烦恼，就会得很大的受用了。好，好，那谢谢啊，这个张学长的分享啊。那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之前课程的延续了啊。我们之前是学习雪如风仪啊，我们李老师的弟子们很用心啊，将老人家一生行仪啊拍成这个纪录片。那我们要学习《论语讲要》，我们要对老人家更深入的了解。那对于我们接受他的教诲，能得到很大的助力。你越信任，越了解，就越信任李老。这个心呢就越沉静了，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我们之前呢，从了解李老啊福海来台，进一步啊他尽力推展净土法门，这一点是让我们非常敬佩的，因为李老只见过印祖一次，但印祖交代他老人家的事，他真的终身不敢忘。台中莲社成就的念佛人那相当多，所以李老也把尊师重道表演给我们看了，而且教学38年都没有中断。好，我们接着呢来看下一段纪录片。李老创立连体机构，唯有湛然月色明，创立连体机构。西元1951年，雪公创立台中佛教联社，首定社风10条，旨在上弘下化，积德求学，深信因果，又定社务3大方针，一者讲演儒佛经典，化导人心；
二者集中念佛，各求当生成就；三者兴办文化慈善事业，以立道德，而善风俗。联社成立后，联体机构相继成立。西元1958年，建慈光图书馆于柳川西路。西元1959年，建慈光育幼院于瑞光街。西元1963年，建菩提仁爱之家与菩提医院于大理。西元1970年，设明伦社与联社。后西元1984年，另筹建六级楼于联社旁。雪公除在台中定期讲经外，也受邀至全省各地弘法。西元1952年，雪公在菩提树杂志撰文，呼吁各方捐助乐生疗养院筹建佛堂。两年后佛堂落成，请雪公命名为七莲精舍，其后常受邀前往说法。您老的慈悲帮助我们起建已经希望很久的念佛堂，现在已经工程，我们特地设下这正小影献给秉公大居士，使您老也可以了却这段姻缘。台湾乐生医院七莲精舍全体莲友敬献，设于民国43年4月8日。这是一首春风和煦的诗篇，更是一场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机会。雪公除讲经说法之外，西元1952年于联社创办国文补习班，义务传授中华文化，并将男女学生分为男众文艺班、女众中会班。西元1954年，在联社也新创儿童德育班，每周上课一次。雪公对培育后进不遗余力，有闲居树志诗云：“匡是有心培后进，荒徒无累赖清贫。”雪公以讲演、研经、文章、办事四科来培育人才，而这四科也正是雪公的特长。他鼓励年轻人要像旭日一般气象万千，不说摔伤话，要敦伦尽奋，孝勇治家，作文说话要简要详明，做人要有骨气，要自食其力，不怕困难，欢迎困难，读书学习以经世济用为主，并以内佛外儒居家处事，同时要多积阴德，随缘随分，尽我悲心。慈悲的雪公告诉学生说：“我浑身是疮疤，一生吃了不少亏，但到后来却占便宜了。我不止一次遇到极困苦的事，到时都化险为夷，这是天理人心啊。你们都是有用之才，只是受了教育不行，而人人果都能如法，也就用不着圣贤了。凡有自己懂别人不懂处，此时要多加谅解。世间不懂理的人太多了，总要加以原谅。”雪公师联社门临柳绿两川观水，绕门穿水向西流，落日烟波半客愁，碧海有涯天有末，不知何处问归舟。雪公每次讲经授课，弟子们都深觉老人家太辛苦了。雪公说：“我站着讲辛苦得死，不辛苦也得死，只要你们大家后来都成了佛，那我就很高兴了。”雪公说：“说话碰壁，遭遇伏逆，
心不烦恼，行不退转，凡做好事，必遭魔障。既发大愿，不怕困难，困难越多，功德越大。欢迎困难，欢迎困难。西元1958年，雪公创办慈光图书馆，开讲《佛说释迦罗越六方礼经》，之后每周三晚间于此讲经，直至往生前一个月，未尝见辍，共达有27年之久，尤以80卷《华严经》历时最久，前后计17年，讲至十回向品，未尽而往生。春风化雨，择吉。好，谢谢刘老师啊。我们刚刚也提到念佛啊是正修。那在这个世间呢，有缘呢，我们为众生服务，所做一切也是积功累德，当然不求世间福报。那李老啊，他人格特质啊，古道热肠。特别能体恤众生的疾苦，所以他成立了很多连体机构，那当然我们要做事首先呢得先呢建立正知正见，建立共识所以雪公成立了台中莲社，那就定了社风10条，又定了社务3大方针，其实这一些指导对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都是很重要的教导，我们看一者讲演汝佛经典，化导人心，人不学不知道不知义，所以教学为先。那二呢，集众念佛，各求当生成就，因为我们处末法了，一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但集众也是观察到现在这个时代呢，要依众靠众，自己修容易懈怠了。那第三呢，兴办文化慈善事业，以利道德，能够带动社会的良善风气，因为深谙道融，我们所处的整个社会风气越来越不好，那要修行也不容易而且从做人来讲我们说见义勇为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社会越来越堕落，然后我们一点事都没有做，那这是连义都不足了。孔子提醒我们，这个也是在《论语》里面，见义不为，无勇也。黄念祖老居士说，无情不能修道，情不空不能正道，
我们在世间，总要对家庭、社会有一种道义呀、情义呀，连这个都没有，那怎么去行菩萨道啊？好，那当然，这个情义呀、还要继续升华到情觉。所以我们结善缘之外啊，还要转成往生的法缘。这个李老做得好啊。亲戚朋友都不要结，只结到善缘啊、要结到极乐世界的法缘。但愿人长久，唯有念弥陀。亲眷永团聚啊，也种一样的因呢、之后的果才一样啊。亲眷永团聚，法界逍遥游。好，我们看到呢，莲社成立后啊，莲体机构相继成立。因为李老呢，他也是大儒，所以他立众啊，外儒内佛。一般可能会遇到对佛法误会了，但是以儒家的这个教诲啊，可能任何团体啊都比较不会有成见。像承德现在出家了，要到大学里面去教书啊，比较不容易了。这教育界里面有他的一些规定了。好，那建立这些机构应该都有了他老人家的考量在。因为啊，带动社会良善风气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从事教化的人，身教重于言教。尤其儒家是治世，这个家庭社会要安定啊，要运用儒家的教导。社会风气好了，大家安居乐业也好修行了。所以当时候李老教化四五十万人哦，那时候台中的社会风气非常好啊。而儒家的教诲里面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礼运大同篇》。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我们去带头了，把大众的善良啊调动起来，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嘛。哪些人最可怜呢？病苦啊，贫穷的人。尤其这个病苦啊，真的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很可怜。我们看到呢，雪公于1952年在《菩提树》这个杂志啊，呼吁各方捐助乐生疗养院，筹建佛堂。乐生疗养院好像他们收留的都是麻风病的病人。这些病人在外貌当中啊就比较特殊。一般的人看到他们会害怕，甚至会用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这个等于是社会当中啊最可怜的人。那
从这些人开始照顾。哎，李老带动的很好啊，两年之后啊，这个佛堂啊就建成了。好，然后请雪宫啊命名为七莲精舍。而且啊，之后呢，他老人家还常受邀前往说法，啊，不止帮助他们呢，而且要帮助他们到往生极乐世界哦。啊，我们从李老的行仪、师长的行仪啊，都可以感受到，啊，师父上人效法李老啊。效法得很彻底哦，他们都是好人做到底啊，送佛送到西。而我们看呢，无私无求啊，对待这么可怜的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我们看到这个乐生两院呢，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送了一张照片呢。哦，啊，你提到啊，您老慈悲啊，帮助我们起建已经希望很久的念佛堂，现在已经工程。啊，我们特地啊设下这尊小影，献给啊雪秉公大居士。使您老也了却这段姻缘，就是建成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啊通知李老，就是李老这么爱护他们，他们的回报就是希望赶快就了却啊，别让啊李老师在挂碍这一件事情，很替李老师啊着想。哦，那还有一张照片啊，是李老啊跟学生围在，看这些树木好像都是松树啊，还是啊柏树啊，都是很好的树啊。啊，这张照片也提醒我们啊，常到青山绿水走一走，啊，吸收啊这些天地的灵气啊。啊，这李老也是常常鼓励啊学生要多亲近大自然，啊，而且他九十几岁还有亲自带大家去爬山啊，啊，结果爬下来。啊，很多人都落在他老人家后面啊，啊，他处处在给我们表法了。嗯，哦，那接着啊，又讲到了，啊，雪宫在1952年也成立了国文补习班。啊，义务讲授中华文化。人才啊要靠教育啊，那虽然大家都是成年了，那亡羊补牢啊犹未晚矣啊，而且这个明理的人越多，有责任感的人越多啊，但是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了，就像孔子教导学生3000弟子，那利益了多少的社会国家。好，那李老教学38年了，那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不计其数啊。好，这是我们要效法的。啊，我们也效法孔子、李老、师父上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那在雪宫的闲居宿志这一首诗里面啊，有这两句啊，匡室有幸陪后进，荒途无累赖清平。他老人家的心呢，是想着文化道统的沉船，遇到肯学的后进呢，那都是竭尽力量来栽培他。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不能是只理解这一句无后啊，是这个考虑自己的家庭家族而已了，要为整个中华文化传承来培养下一代。那我们从事教育的有这个责任而且师长还说一个人教学假如他没有传人呢，那他这一生的成就等于零了。那师长这一段话就让我们体会培养后进人才是重大的事情了。那人才还得从小从胎教假如我们现在就懂这个道理了，那就有责任从胎教就开始护持自己的孩子或者护持自己的孙子好，那雪宫他培养人才，他从培养他们，当然所重应该是人品。孔子培养学生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德行是为主的，但是讲话也要训练。做事也要训练，正事其实就是办事能力了。那我们自己培养自己呢也很重要自己要多下功夫在智慧、德行还有能力的提升上给自己多一点锻炼承担。那这个李老还提到鼓励年轻人要像旭日一般气象万千。那我们鼓励年轻人，那我们自己要不要气象万千呢？这个身教很重要，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李老九十几岁精神抖擞，眼神都是很炯烁，炯炯有神的。然后一看就是浩然正气。所以勉励年轻人不要说衰丧话。我们学佛人不要动不动给人家的磁场就是人生苦短啦，一点朝气都没有。师长是教我们佛弟子应该是最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你看地藏菩萨多积极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普贤菩萨我此大愿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够积极吧？讲到这里啊，让我想起啊，自己啊在念高中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救国团的活动，结果遇到了一个学佛的人，应该大我差不多有10岁，大哥哥了。然后呢，我跟他相处了几天呢，好多次都听他叹气，他都是这样说：“哎呀，人生苦短了。”他面对我们这些16、17岁的人，都是：“哎呀，人生苦短了。”那大家知道这个结果啊，我会不会去常常找他聊天了？我们这10几岁是春天啊，接触到他那个磁场都是像冬天一样啊。这学佛的人应该是随众生心啊，你遇到年轻人应该多勉励他啊，好好学习啊，好好精进啊。所以学佛不能学执着啦，这个是承德遭遇的一个经历而且呢让我学佛的因缘延迟了10年左右。假如这个大哥哥当时候就把老和尚教的他的师父不是老和尚，承德是说，假如他表演出来了，就是像李老这样，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我铁定会很积极的去接触佛法了，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本来的性格，我是很容易激动的，而且还提醒要敦伦敬分呢，孝友自家，孝友自家啊，这个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啊。我们培养自己的德行，要从孝悌下手啊。这个长学长我刚刚在谈话的过程呢，我已经看到你最少叹这个吸很长的气，然后叹下去呢有3次以上了。不知道我刚刚的谈话为什么会让你产生叹气呢？你是联想到什么？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啊？可不可以啊？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谈一下你当下的一个心情？请说。阿弥陀佛，老师，刚才您讲到就是说师长哈，都是柔和至直，都是以孝待人。然后呢，就是刚才老师讲到的，就是的确是说学生。学习佛法学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就真是随时随地都有问题，就是学的太执着了，然后感受到就是说哎呀，怎么人生这么苦短啊，人生怎么这么多苦啊，赶快往生，赶快往生。其实自己真是在老师的这个开示下知道自己就是说太执着了，然后就是老师刚才讲的话学生确实很有感触，然后也在反思自己诸多的问题，就是的确就是说学佛学偏掉了，然后自己呢还感觉不到，就是发现不了，知道自己有问题，可是自己具体的问题就是觉察不到那么明细。所以老师在刚才讲课的过程当中学生就知道了，就是学佛学的就是连最基本的就是说处事待人接物
一个正常人就是应该有的一个积极态度是应该有的，然后就是说让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的榜样，应该让人觉得就是说跟你接触的时候非常舒服，感觉非常随顺人情，非常就是说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而不是感觉到哎呀怎么跟他在一起觉得哎呀人生是这么多苦啊，哎呀是确实是苦，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反正本来还可能对这个生活还充满希望，但是却听这么一说好像是又感觉到哎呀人生苦短，所以说就是没有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学生在反思自己以后，也就是说随时的尽量的就是说避免这种情况。阿弥陀佛啊，谢谢哦。我请教你呢，是怕我讲的这些话和你啊越来越叹气啊、哦。啊、哦，我也很怕有讲的是或者过失，是不是老师？就是弟子在刚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也是就是自己诸多的问题，然后呢，别人说的时候，别人给提意见的时候呢，自己还不服气，自己还不服气，然后呢，可是确实自己也知道自己问题很多，但是就是说，只有在就是反正也是觉得弟子也知道，就是说确实自己很想改过，然后才能就是说发现自己真是满是啊。通过老师刚才一边讲一边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多问题，但是刚才老师又说我们学佛学的总是唉声叹气，然后总是懊恼自己犯过的错，然后自己在学习政治政见的时候呢，也觉得就是说很多问题啊自己也找到了，可是呢这些问题就是恶性循环，不停的在循环，不停的在循环，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啊，别想它了。圣狂之分在当前一念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安住当下啊，克念作圣，哎，克己复礼，克念作圣。所以你看李老师提醒多重要啊，不要学成一开口就说衰上话。所以我们不能越学越分别，越学越执着啊，学佛是要放下分别执着啊，而且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啊。你刚刚说哎呀我怎么全身都是过失啊，恭喜你啊，你这个是好境界啊，你没有稀里糊涂的啊，这个不是我讲的啊，是夏莲居老居士说的，卓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功夫时有着手处。严重的是看不到过失，那个才严重啊，看得到今天就没有空过了。师长说的发现自己的过失叫开悟，发现自己过失不是沮丧啊懊悔啊，不是的，发现自己过失哎呀今天没有白过了，赶快改正它。你说哎呀好多啊我改不了啊，你看负面的又来了，好多，但是它是假的，它是妄心嘛，妄虚妄的，观贼无能，我们那些习气都是虚妄的，你把它当真，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他就一直障碍你了。你要不觉本无，正念现前，邪念就污染不上了。那他就障碍不了你了，观贼无能，烦恼贼，做贼心虚，它是虚的，它根本就障碍不了我们。把佛号提起来，把正念提起来，就对了。本觉本有，我们一定可以恢复的。好。还提到
作文说话要简要详明，这一点都要用心去学。你不能讲话，因为你要跟人家沟通啊，讲话让人家听不明白，或者一讲又很长，人家的时间也很宝贵，要给你切断，又怕你伤心啊。可是一直讲下去又没个头，所以讲话当中啊，也要时时能够体恤人心，一讲话就停不下来，也是一种执着。做人要有骨气，要有志气啊！尤其是什么志气？做佛的骨气。印光祖师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做佛。”而且要自食其力啊！这个就提醒我们不要依赖，不怕困难。而且读书学习啊，就要学那个能够啊自利利他的经世致用之学，时间要用在刀口上，不要看一大堆闲书，更不要看手机看老半天，对自己也没帮助，时间流失掉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对我们在家人呢，李炳南老师有两句很重要的话啊：白衣学佛不离世法，必须敦伦敬分。我们不敬本分呢，就把佛门的形象给搞砸了。处事不忘菩提啊，我们工作处事不能忘了菩提心。忘了菩提心，就是轮回心在那里造业了。所以什么是道场？我工作的地方就是道场，我是要去利益他人，去积功累德。用真心呢，家庭主妇的道场就在家庭里面。所以处事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应。李老把行调到前面去，就是提醒我们落实很重要。其实啊，最重要落实哪一句呢？这是师父的妙法，念念为他人着想。我们自己觉得，哎呀，我修学怎么那么多烦恼啊？你先不要被很多烦恼的这个相啊，把你给下担忧了啊！所有的烦恼都有个根源，叫我。四大烦恼常相随：我见、我爱、我慢、我痴。俗话讲得好，擒贼先擒王，斩草要除根。烦恼贼的王就是这个我字。只要我从今天开始，好，我的念头念念为他人着想，烦恼去一大半了。所以这个是师父的妙法，行解相应，从哪一句开始行？念念为他人着想。好，所以同时啊，要多积阴德，随缘随分呢，敬我悲心，遇到了就是缘分。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管，而且我们看呢，李老说多积阴德啊，这个阴德虽然看不到啊，在重要关头
可起大作用哦。啊，人生有两本账本，啊，一本呢是银行账本，上面都有记录的，啊，还有一本是看不到的，就是积阴德的簿子。啊，你银行的账本呢有十亿，可是你的灾祸现前的时候，十亿也救不了你。一日无常道，方知梦里人。可是你积的阴德够厚，你的大难来的时候都能逢凶化吉。好，所以李老现身说法，和他吃了不少亏啊，但是最后却占便宜。好，不止一次遇到极困苦的时候，到时都能化险为夷。他阴德太厚了啊，这是天理人心呢。好，你看李老这些话，你们都是有用之才啊，这礼敬诸佛啊。啊，只是受的教育不同啊，不行。哦，因为我们从民国之后啊，对老祖宗这五千年的智慧慢慢比较忽略掉了，所以要办国文补习班呢，啊，培养有缘的人呢。哦，那又教我们处事，凡事有自己懂，别人不懂处，此时要多加谅解，这一点很重要哦。世间不懂理的人太多，总要加以原谅，他人不学不知道啊，怪不得他会这样，包容。我们为什么常常会跟人对立起来，常常会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人不顺眼，就是不够包容谅解别人，心胸不够宽。嗯，这个我们要在处事的时候观察到，都容易什么？我懂，你不懂，那个高下见呢，一起来，慢心就增长了。哦，所以了凡先生很良苦用心，教我们末法时期啊怎么处事待人。哦，吾辈主末世啊，勿以己之长盖人。哦，你的长处去压别人，勿以己之善行人。啊，我比你做的善事多。勿以己之多能困人，其实才华能力比较高的压到别人，这个都是慢。啊，我常常也以这一段劝别人，可是我常常犯。啊，比方说，哎，我自己觉得自己性格啊，相对比较柔和。我们起了这个念头了，我们就真心一法不立啊。我现在起了个念头，嗯，我比较柔和一点，然后就看人家不柔和了。哎，他怎么可以这么不柔和了？你看，以己之长盖人了，以己之善行人了，常常劝别人呢，自己常常犯。哦，所以有时候是不好意思啊，跟大家分享了。嗯，好，那大家假如还信任，还给我这个机会啊，哦，那我就多劝劝自己
啊，让自己的警觉性更高，就不会啊常常在起这个念头了。好，接着这段呢，雪公每次讲经授课弟子都深觉老人家太辛苦了。雪公说，我站着讲辛苦得死，不辛苦也得死。其实我们从这个话听到什么，他李老都是不为自己的。有一次我们师父的侍者悟凡法师就跟师父讲，师父啊，你一天讲那么多小时，你多休息吧，讲那么多小时太累了。师父看着他，我活在这个世间为什么？我是要宣扬佛法，你让我不讲了，那我还待在这世间干什么？完全不为自己，为佛法，为众生。我们遇到李老，遇到师父上人这种无私奉献的人，我们怎么可以辜负跟他们的师生缘呢？不能辜负，要报这个恩。怎么报？你看李炳南老师说的，只要你们大家后来都成佛了，那我就很高兴了。所以我们这一生往生做佛了，世恩就总办报了。师父的恩，李老的恩，一切国家恩，众生恩，父母恩都报了，报圆满了。我们时间到了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